12月28日晚，韩国职业排球联赛的一场比赛在中京南道天安市某体育馆举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双方啦啦队火辣热舞将现场气氛带向了高潮。只见在现场，啦啦队员们一个个青春靓丽，笑容甜美，身穿迷你超短裙热裤，丝毫无惧走光，并与身旁吉祥物互动，样子十分可爱。